元宵节快乐！太高兴了，高兴！今天是元宵佳节，就我一个人给您表演一段《数来宝》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谢谢，我都感受到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热情了。你为什么在这儿特别自然的和他们聊着聊着天儿？我怎么就没了呢？首先说《数来宝》这个艺术形式啊，一个人表演就可以。哎，那是，对不对？可以。最主要的啊，你也不会呀。快板，我不会。哎，我不会。你看他自己都承认了，你看没有？别在这，这个我不会。我不会，没说你会呀，哥，干嘛呀这是？我会，那当着各位观众的面，咱俩来一回啊，可以呀、啊，比试比试，哎、啊，可以，看谁会的多，啊、来吧，来一回吧，随便。大伙儿，咱们哥俩裁判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嘿，来来热闹热闹，要比赛，咱得先打板。哎呀，急死我了，你急死我了。我看出来了啊，确实是元宵佳节。怎么呢？哔哩吧啦下元宵呢，这是。你饿了你啊啊？不是哪儿那么多废话，干嘛？我瞧出来了啊，你别打了啊啊，你打不起，别打了，你打不起。怎么这么瞧不起人？你打不起，那我要打齐了呢？哎，你要打齐了，我都是茄子。你这么说话我就不愿意。你这么说话，你考虑过茄子的感受吗？我还不如茄子呢，我。就这模样哦，我打齐了，你是茄子。你打齐，我就是茄子。啊、那试一回啊，来吧。打齐了。您跑这合影来了是吗？这是接下来给唱了，唱吧。还是那句话，哎，我会那段子，你连听都没听过，一张嘴就知道你是哪段。这是你说的，来吧，一张嘴知道哪段，绝对知道。听这个，来。哼，摄像老师给一特写，快点。什么特写？你还有哪段？哪段？你不得出音儿吗？我还得出音儿。对呀，出音儿你就知道。知道。再听这个，来。嘿，哪段？多大动静？出音了吧？哎，你听我这个。我这什么？哈！我这是哪段？这个整不好，咱俩这是一段吧？我跟你逗吗？啊、我跟你逗吗？你不得唱整句儿的吗？还得唱整句儿的。对了，那要唱整句儿的、哎，我还得有个要求。怎么着？提高一下难度。坐着唱，坐着。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坐着唱？哦，唱数来宝，唱快板讲究什么呢？什么？嘴皮子得利索，对，脑子反应得快。哎，最主要的丹田气得好，就是这儿，往这一坐呢，这一窝丹田气不好往上提。看谁功夫扎实，敢来不敢来、啊、不就比比基本功吗？敢来吗？没问题。来一回啊。来呀、啊、那我找两把椅子去。哎，不用，你啊，你出的主意，我搬椅子。我搬去吧。我去，我去吧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吧。我去，你这边，我去吧。我都回来了。你去吧，去你的吧，快点来，去那边来。光动嘴儿呢。行，拿来就好办了。来吧，我说一下比赛规则。哦，什么规则？还是让观众当裁判。哎，咱哥俩要是坐下，嗯，就不能站起来了。站起来呢？站起来就算输。好，站起来就算输。来吧，哎，听着啊，嘿，嘿，这个叫晨曦，嗯，你坐着听，我听。要唱快板儿，指不定谁行谁不行呢。为了让大伙儿听得清，嗯、哎。你往前挪那行不行啊？那有什么不行的？站起来了，那唱站起来不能骗呢。来个大段的敢吗？可以啊，打小学的最难的那段绕口令《玲珑塔》，敢来不敢来？这就是基本功。来一回，来吧，站起来就算输。站起来就算输。高高的山上一老僧，身穿这个那的几千层。您问这个老僧年高迈曾记得这个黄河九澄清，那黄河五百年才清一澄，一共是4500冬。老僧道有八个徒弟，这八个徒弟各有法名，
大徒弟名叫青头愣啊，二徒弟名叫愣头青，嗯，三徒弟名叫僧三点，四徒弟名叫点三僧，五徒弟名叫崩呼啦霸，六徒弟名叫霸呼啦崩，七徒弟名叫风随化，八徒弟名叫化随风。老师傅教他们八宗艺呀，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。老师傅让他们换衣换灯，要想换换万不能。让他们后院去数玲珑塔，一去数单层，回来数双层。谁要是数破了玲珑塔，谁是大师兄啊？谁要是数破了玲珑塔，让他罚跪到天明。玲珑塔啊，塔玲珑啊，玲珑宝塔第一层，嗯，一张高桌，四条腿，一个和尚，一本经，一副挠脖，一口庆，一个木了鱼子，一盏灯，一个金铃整四两，风儿一刮响哗楞。玲珑塔，塔玲珑。玲珑宝塔接过二层数三层，三张高桌，十二条腿，三个和尚，三本经，四副挠钵，三口径，三个木了鱼的，三盏灯，三个金铃子，十二两子的风儿一刮响哗楞。玲珑塔，塔玲珑。玲珑宝塔第五层，五张高桌，二十条腿，五个和尚，五本经，五挠钵，五口径，五个木了鱼子，五盏灯啊，五个金铃，二十两那个风儿一刮响哗楞。玲珑塔，塔玲珑。玲珑宝塔第七层，七张高桌，二十八条腿，跟着七个和尚，七本经，七副挠钵，七口磬，七个木了鱼的，七盏灯啊，七个金铃的，二十八两的风儿一刮响哗楞。玲珑塔，塔玲珑。玲珑宝塔第九层，九张高桌，三十六条腿，这个九个和尚，九本经，九副挠钵，九口磬，这个木了鱼的，九盏灯啊，九个金铃，三个六两的风儿一刮响哗楞。玲珑塔，塔玲珑啊，玲珑宝塔十一层。十一张高桌，四十四条腿，十一个和尚，十一本经，十一副挠钵，十一口磬，十一个木了鱼子，十一盏灯，十一个金铃，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哗楞。玲珑塔，塔玲珑啊，玲珑宝塔数个顶尖，十三层啊，十三张高桌，五十二条腿，十三个和尚，十三本经，十三副挠钵，十三口磬，十三个木了鱼子，十三盏灯，十三个金铃，五十二两这个风儿一刮响哗楞，怎么这么快呀？众人数破了玲珑塔，他又慢下来了。抬头看满天星，地上看一个坑，坑里看冻着冰，冰旁看一棵松，松上看落着鹰，屋里看一老僧，僧前看一本经，经前看点着灯，墙上看钉着钉，钉上看挂着弓，看着看着花了眼呢。西北前厅刮大风，说大风这好大风，这十人见了九人惊，刮散了满天星啊，对，刮平了地上坑啊，刮化了坑里冰啊，快点，刮倒了一棵松啊，加油，刮飞了松上鹰啊，刮走了一老僧啊，刮翻了一盏灯，刮灭了一盏灯，刮掉了墙上钉，刮崩了钉上弓，霎时间只刮得星上坑冰，冰化松倒鹰飞，松走金翻灯灭，灯掉弓崩。这么一段绕口令我唱的不好，大伙多批评。